劳驾，去北京大学怎么走？哦，北京大学离这儿很近，你一直往前走，过了清华大学就到了。走路的话，大概要多久？差不多要半个钟头。那打的呢？打的更快，7、8分钟就够了。好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Listen again. 劳驾，去北京大学怎么走？哦，北京大学离这儿很近，你一直往前走，过了清华大学就到了。走路的话，大概要多久？差不多要半个钟头。那打的呢？打的更快，7、8分钟就够了。好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